哇，大亚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好可爱哦！可爱吧？这是我用狗尾巴草做成的兔子戒指。你快给我也做一个！好。哇，小梅，你手上这是什么呀？好闪亮哦！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水晶戒指，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，这可比某些人的狗尾巴草戒指好看多喽！哇，上面还有亮晶晶的红宝石哎！小梅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戒指，能借我戴一会儿吗？那当然不行，你想要啊，叫你妈妈给你买去啊！就是就是，没妈的孩子真可怜。小梅，我们去看课外书，不带没妈的孩子一起玩。好呀，好呀。哎，老爷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哭啊？冬梅姨，小梅妈妈给她买了漂亮的水晶戒指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他们都不带我玩。谁说你没有的？你看，哇，全是漂亮戒指哎，我眼睛都快被闪瞎了。那当然啦，这可是你妈妈从迪士尼给你买的水晶魔法戒指呢。哇，我也是童话里的公主啦。哇，好闪呀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闪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嘿嘿，这可是我妈妈给我买的魔法水晶戒指，可不是你那普通戒指能比的。哇，蘑菇头，你快看，这蝴蝶戒指和玫瑰花戒指，我好喜欢呀。嘿嘿，小梅，你看我这孔雀戒指跟蓝宝石戒指，跟我也很配呀。拿来吧你，这些全是大丫的，没你们的份。嘿嘿，大丫，你这些戒指全都是塑料做的，拿去卖破烂的话也卖不了5毛钱。我给你一块，你把这些全部都卖给我吧。大丫，你别听他的，我把这个3D 立体书给你看1分钟，你就把这些戒指给我吧。哇，这个书在哪买的？这是在京东买的，8月22日至9月18日，京东图书开学季活动来了。在京东站内搜索图书开学季，直达活动页面，每买100减50。好呀好呀，我也让我妈妈给我买书，可是这戒指……哎呀，你看这么多戒指，算上脚趾头你也戴不完，你就跟我一起分享吧。啊，他们说的都好有道理，冬梅姨，你说我要听他们的吗？